红军偷摸跑下去了，把路易放进来了。那整个交换，你俩交换完要来个变形计啊？你们知道我拿啥搁那哦的哦啦啦叫的？哎呦，掉了一个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帅，他俩在抢！哎呦我去！你看他俩盟友都干起来了。哎呦我去！刘一哥，颤颤，他俩居然双声道的出来了，还可以和声了。哦，哎，给！哎呦我去！这偶像玩逗猫棒没这么陶醉，逗猫棒不陶醉。宝宝跟爸爸抢去，你口水多。你看，哎呀，哎呦，胖虎可别突然。袭击偶像啊！给胖虎一个，让胖虎是，他有一个，他就不跟别的猫计较。哎呀，这偶像就地十八滚！不帅不帅！我去，李宝和大帅明显要抢那一个，大帅也许会先动手，因为有人动了他的宝贝嘛。我去。好像要走的，哎呦我去！橘宝给偶像的抢走了，大帅那爪子勾住了，大帅想，哎呦，你哈他有什么用？路易给，路易这个，路易给这个，这拿着，你看大帅玩的多好，你看还文明，我去，给谁给打了？打我家宝宝，你说，胖虎啊，你瞅你，醉了吧？你瞅你啊，多，啊，又刚才卖萌了吧？你俩都在这卖萌呢啊！你分开一下啊，偶像给，你俩最好还是分开。我去，宝啊！哎呦，这是发条毛，你看，鲁迅也真是的，又被人抢走了。给小胡萝卜，窗户开着，外面刘旭，你也发条了，腿儿怎么往后蹬啥呢？老爷要跟你分享一下胡萝卜，色山这有俩。哎呦，偶像也独占俩啊！大帅过来分一个。哎呦，我去，这真抽筋儿了，四个爪都抽筋儿了啊！给宝宝一个，宝宝这么乖巧，老是你不玩啊？哎呦，别把自己给绊倒了啊！你瞅你，哎呦，我去，看热闹的也多。你瞅啊，胖虎，你闲的，人家在那沙发上。我去，没事，给颤颤，弟弟都打你，你说？哎我去，这发条猫，你看看，来发条猫接着蹬。我去，哎，你说你这是小牛拉大车呀？哎呦，这家伙武术指导啊，那没指着就倒了。给，那边的三四只猫啃那一个棒儿，酸菜是舔的，你这小口，你说咯咯咯。我看路易啊，路易还占有那个胡萝卜呢。我去啊，那个李宝啊。那
要是席梦思那弹簧都得让你蹦的崩了。哦